一分钟带你了解精彩剧情。井上对林秋燕还不死心，不知死活的要求她做自己的女人，自己可以不计前嫌。林秋燕对她的说法嗤之以鼻，她对井上连哄带吓，说自己已经掌握了他们的制作假币的工厂，也对他们的新美人计划了如指掌，下回就会直接捣毁他们的制假窝点。井上向木斋汇报了自己的遭遇，他说了绑架自己的女人知道的很多，似乎对些美人计划很清楚。木斋听到井上所说的几个地方，就知道对方是有意虚张声势，其实他们并不知道纸钞工厂，而且还识破了井上是他们故意释放回来的。于是他准备将计就计。日本人来到小丸子住过的地方，这里已经没有他们的行踪了。放心，还没到让他死的时候。你们看好他，我出去办点事，一会儿就回来。记住，不要跟他说话。好，明白，你放心吧啊。哎，老板慢走。出老千，瞎说什么呢？就是老大，你跟我们俩还出老千？对呀。来来来来，哎，老大，这么晚了，咱睡吧。睡？我们睡了，那人怎么办？他也跑不了。跑不了？谁说他跑不了？要是他跑了，我小丸子的一世英名还要不要了？不是，那胖子看着呗。老大，我也好几天没睡了，我不行。要不你们两个人，一人半夜。哎呀，胖子，你看着就行了。哎，咦，老板，你来了。行，豹子，不，活着呢，死不了。怎么想明白了？想明白什么？做我的女人呢？这样可以放你一条生路。没有你们日本人，我们都活得好好的。你以为我真想从你那知道点什么？你这么弱智，这行长是怎么当的？你什么意思啊？你们的鲜美人计划，你以为我不知道吗？制造假钞，混乱市场，你们能不能干点光明磊落的事？我不明白你在说什么。大兴街24号的纺织厂，外洋近桥16号的戏院，西马街3号的图书馆。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看来你也许是真的不知道，那就让我来告诉你，这些地方就是你们的假币生产基地。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看来你离死真不远了，跟我出来一下。哎，得嘞。哎，别乱动啊！乱动拿屁崩。
我去叫你去吗？我真的用你叫吗？不用。去把胖子和瘦虎叫起来，这个地方不能再待了。为什么？日本人很快就会找过来。明白。報告します。まずいです。どうした？たった今情報が入ったのですが、井上君が拉致されました。何？拉致された？はい。犯人は何者なんだ？女と思われます。話では昨晩井上君は女を連れて戻ったようです。今朝運転手が着いた時にはもういなかったようで、部屋中荒らされていて金目のものは盗まれた模様。女。バカタレが。どういたしますか。憲兵隊に伝令。どんな手を使ってでも井上のバカを連れ戻せ。はい。局势挺透的，没想到井上这二货还挺配合。哇！老大，这个地方不错哎。不错，比我们那儿强多了。这么高档的地方，真给我们住啊？是啊。谢谢姐姐，谢谢姐姐，太好了你。小丸子，啊，跟我出来一下。哦，等着我啊。我要出去办点事儿。在我回来之前，你们不许离开这个房间半步。为什么呀？你得多闷呢！不想丢掉你这条小命，就好好在这给我待着。这有那么严重？有。你放心，没人能把我小丸子怎么样。哎，听话。我已经失去一个妹妹了，我不想再把你丢了。啊，我听话。干粮我都放在里面了，记住，哪儿都不许去。嗯，明白。慢点啊！この女じゃないのか？そうです。この女です。その他にあと3人はいました。一体何を喋ったんだ？あ、何も話していません。間違いないか？天皇陛下に対して誓います。よし。奴らは偽札についてよく知っていました。私でも知らないような。印刷工場の基地をいくつか上げてきたんです。ありえない。どうやって知った？慌てるな。すみません。いくつかだと？
どうせこちらの反応を見ているのだろう。正確な場所は知らぬはずだ。というと、我らがどこに警備を増やすのか見るつもりだ。なるほど。つまりは、わざと解放されたと。76号に連絡。ディニエを連れてこい。いいか、横から行け。はい。待て。井上を病院へ運ばせろ。はい。どう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アキ君助かるよ。张行长，这是您的办公室。好，谢谢。您客气了，那没什么事我就先走了。哎，等等，你还有什么吩咐吗？请问井上行长的办公室在什么位置？哦，出门右转走到头，再左转，门口有盆兰花的那间就是。哦，那他现在在房间吗？他现在还没有来，要不等井上行长过来了，我来通知您。好，谢谢啊。您客气了，这是我应该做的。青木君，你好，有什么事儿吗？啊，是这样，井上君昨天晚上被几个小混混打伤了，现在住在仁爱医院，所以这两天可能无法前来上班。那井上行长，伤势没什么大碍吧？没事，休息休息就好了。木斋先生的意思是，这段时间就暂时由子墨君履行行长的职责，银行的业务就拜托你了。好，多谢木斋先生信任。您替我问候一下井上行长，就说我下班之后就去看他。好的，再见。再见。说明军统在上海的活动很猖獗。林桑，到，请你的行动队务必全力配合这次行动，将这伙军统分子一网打尽。是，请阁下放心，我丁某人一定不辱使命。有戏，大家分头行动吧。是，是。Thank you.
还有一套属于高级特工的暗语动作，作为紧急时刻的联系方法，这个动作你一定要牢记。记住，不管在任何时候，只要看到有人给你做这个动作，就表明有埋伏，必须马上安全撤离。停车。 青木さん、前の車が急に止まりました。どうすればいいですか？我们可能中计了。中计了？你注意到那个日本特工上车之前的动作吗？是这个吗？撤退。 埋伏，那个日本特工是我们的人。是。那这个的意思。有埋伏，迅速撤离。这是军统局高级别行动人员的紧急暗语。どうなさいました？ なぜ失敗したんだ。
こちらの動きを知っていたようで、ディンリーへの潜伏地点に到達する前に逃げられました。敵はなぜ待ち伏せを知っていた？それは分かりません。バカ。はい。行動前に変わったことはなかったか？ありません。この件は内部に敵が混ざり込んでいるに違いない。敵もずる賢く、我々の作戦すべてを内部で見てきたはず。こちらの動きは理解しているはず。つまり敵を見つけ出すことは困難になります。帝国のために乾杯しよう。その計画の名はシエメルレン計画。信用してくれてどうも。俺はただ喜びを共有したいだけなんだよ、わかるか？まずい。おそらく以前橋本君に計画について話しました。橋本？景尚君，那我先走了。好，去吧。好。您是？您好，警察行长，我是张子墨。哦，原来是子墨君，快快快，快请坐，请坐。请坐。听说您受伤了，这下班之后啊，我就赶紧赶过来看看他。没事，一点小伤。哦，子墨君第一天上班，我居然没到，实在是不好意思啊。没事没事，以后啊，咱们见面的机会多的是。是啊。哦，对了，你见到木斋先生了吧？见到了，木斋先生对您十分的推崇。太客气了，我们都是学者，这种客套话不说了。是。哎，对了，您的伤没什么大问题吧？啊，没什么大，也算我命大，差点被那几个巨，啊，那几个小混混打死。这些该死的小混混。不谈这些了，子墨君，这段时间银行的事情就拜托你了，尤其这几天，就辛苦子墨君了。您真是太客气了。你怎么才回来？路上绕了几个圈。你给我来一趟，照顾一下。好。坐吧。别，自己来。是谁让你把他们带到这儿的？日本人见过他们，如果他们三个被抓，咱们这就暴露了。我知道，我有我的考虑。说说理由。现在日本人肯定正在到处通缉他们，他们一旦暴露就死定了。我之所以把他们带到这里，就是想把他们保护起来。毕竟他们帮过我们，我不喜欢利用别人。如果有合适的机会，我会送他们离开上海。那你能保证他们三个老老实实待在这儿吗？我会跟他们说清楚，让他们明白必须老老实实待在这里，同时让王远先看好他们吧。
也只能这样了。我希望组织上帮我查清东楚银行行长井上岩雄的受伤原因。你认为这不是一起简单的打劫？是，我怀疑是军统方面的人干的。如果近期军统的人员对日籍高层人员和伪政府的高层人员实施打击行动，我担心会扰乱我们的计划。你会不会有危险啊？我会多加小心的。 好，我会尽快协商，你汇报情况，你多加小心。以后一直就够。嗯。这事儿的党费，麻烦你转交给老宋同志。好的。我走了。 你们得在这待些日子了。早知道是这样，当初就不应该答应你。晚了。哼。那我们又待到什么时候啊？不知道。不知道？那在这儿跟坐牢有什么分别啊？不想丢掉性命，就好好听我的话。等过了这些日子，日本人放松戒备时。 没心情，跟他没关系。那怎么了？明天吧，我累了。佐藤先生，我代表江苏省委欢迎你。 欢迎你来到上海。谢谢。请。谢谢。这次我来到上海，是担任中国抗战力量调查委员会情报处主任，同时，在必要的时候。 配合大和央行的木斋次郎，完成蝎美人计划。蝎美人计划，没错，这是我临来上海前南满株式会社的打算总裁告知我的。但具体的实施步骤，我并不清楚。这个计划的核心，应该是制造假钞，运往国统区，破坏国统区的经济。最近。 昨天的行动，如果没有你参与，我们势必会中了敌人的埋伏。我想问一问，我们军统局就是这样保护下属的吗？
你一直不开口就是因为这个。有什么比生命更重要的？没有。那我们是什么？昨天如果你不在，我们有谁能看懂那位特工的手势？都在刀尖上舔血，为什么还要有个三六九等？并没有分三六九等。没有三六九等，那什么是高级别的行动人员？我们呢？我们是低级别的行动人员是吧？我们是炮灰是吧？对不起，我回答不了你的问题，但是我能确定还有很多我不知道的方式。但是我们是军人，军人不需要知道这些。我们都是棋子，对吧？算是吧。但是我们都应该清楚，即使我们付出了生命，也是为了国家和民族而付出的。说吧，接下来我们该做什么？执行任务。怎么执行？棋下到这个份上，对我们来讲就是一个死局。你是不是想放弃了？没有。那你为什么不冷静下来，好好的分析一下现在的局势？对不起，是我太冲动。我不怕死，但我不想现在死。我要找到我的妹妹，我要见到我的大哥，我要手刃我的仇人。你说的这些，我都可以理解和接受。但是我要提醒你，此时此刻你是一名军人。我明白。说说你的想法。给我点时间好吗？就一个小时，我需要理理思路。好。王远和志伟呢？
跟小丸子他们打岔了。坐吧。我认为我们应该跟那个特工取得联系。不行。为什么？纪律。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怎么理解？继续说。我认为，所谓鲜美人计划，就是这位特工传递出的情报，一个并不具体的情报。从我抵达上海的第一天开始，所发生的一切，都说明了这个情报的不具体。我没有责怪这位高级别特工的意思，但这一情报带来的是四朵野莓的殉国，我被巡捕房通缉。而我们是通过所有的事件和局势分析出鲜美人计划的端倪，事实证明我们应该是对的。那么如果我们再不与这位特工取得联系的话，非但阻止不了鲜美人计划，还不知要搭上多少人的性命。我同意你的分析，但是接下来的事情交给我们。什么意思？现在日本人满上海的抓你，我不想你出什么意外，你就在这儿看着小丸子他们，剩下的事情交我。我执行命令。是。谁这么大胆子，敢直接绑架日本银行的行长？问题啊，不是谁干的，而是谁有能力这么干。一个日本人绑架他做什么？为什么不直接杀了？目的呢？嗯，有道理。如果跟之前四大名媛的事情联系到一块儿，最有可能的是军统。那这是军统的报复。如果是单纯的报复，杀人就可以了。我觉得井上是金融界的高层，应该跟他的身份有关系。就顺着这一点往下查。明白。哎，对了，我们找寻了林秋燕这么久，也不知道她离开上海没有。日本人一直没有停止对林秋燕的搜查，她想逃出上海，怕是不容易。是啊，根据我们的资料，林秋燕在上学的时候也是一个进步型，立场非常的明确。如果不是因为毒草加冕，很有可能啊，现在是我们的统治。我相信她现在状态，应该就像断了线的风筝，也在找寻自己的家人，想回到亲人的身边。只不过被一时仇恨吞噬了理智，再走上另外一条路。这样，让下面的同志继续在上海搜寻林秋燕的下落。橋本君はシロのようです。怪しい点は特にありませんでした。我々の思い過ごしでは、彼と接触しているものは全て調べ上げましたが、露店の商人など特別なものはいません。橋本は唯一の手落ちだ。絶対に警戒を怠るな。分かったな。分かりました。お前にはまだやってもらうべきことがある。ご指示ください。ひとまず偽札ができた。東和銀行までお前自身が思想してこい。はい。しかし井上君はまだ病院に。ジャンズモーに応援を頼みますか。ダメだ。ジャンズモーのやつはまだ信用はできない。76号に監視をするように命じろ。はい。それはどんな名目で？
奴は副校長だったな。助手をつけてやれ。わかりました。今すぐ手配します。 你们两个分头去找假钞印刷工厂，别放过任何一个疑点。好的。下午3点半，在霞飞路的前缘茶楼碰头。是。还是让我也参加行动吧。不行，我只在租界里活动，还不行吗？你忘了巡捕房再通缉你。再说了，如果咱们都走了，谁能保证小丸子他们不离开这儿？出发。 子墨君，这是港岛银行。是啊，您这是啊，木斋先生让我给井上君送点东西。井上行长还在养伤，需不需要我替他保管？不用了，我直接放到他的办公室就好了。怎么，我都来了，不请我上去喝杯茶吗？应该的，请。 青木君，喝茶。谢谢。怎么样，子墨君，还满意吗？子墨非常满意。子墨深深体会到木斋先生跟青木先生对子墨的厚爱。谢谢。谢就不必了，还请子墨君不要辜负了木斋先生对你的信任才是。青木先生放心，喝茶。 怎么样？好茶。木斋先生对子墨君真是厚爱有加呀。他刚刚吩咐我，让我替你找一个助理。这，木斋先生的好意，子墨心领。但是助理就免了吧。子墨相信自己能做好本职工作。是啊，这一点我也相信。但是。 子墨君贵为东楚银行的副行长，也应该有副行长的气派才是。况且，银行的日常事务繁忙，子墨君也要劳逸结合。我们帝国是不会让他的朋友们太过辛苦的。这……哎，你就不要再推辞了，我已经安排过了。 子墨，恭敬各位聪明。青木先生，东西已经给井上行长放好了。好，子墨君，那我就先告辞了。叨扰了，哪儿的话，还望青木君有空常到我这里来喝茶。一定，一定，告辞，慢走。 無理すんな、ちゃんと休め。大丈夫だ、言われなくても。自分の体のことだからな。ならいいさ。後で一杯飲みに行かないか。
すまないと。じゃあ別の日に。よし。報告します。片付いたか。はい。ジャンズ・ムーの反応は？特にありません。私からはこのものを井上校長に渡すようにとだけお願いしておきました。それから助手をつけることも伝えてきました。よし、76号に準備をさせろ。はい。それに先ほど橋本君がご飯でもと言っておりました。よし、わかった、行け。はい。我们刚刚得到一个消息，东楚银行参与了日军一个计划，代号蝎美人计划。蝎美人计划？这个计划的核心就是制造一批法币的假钞运入国统区，以扰乱国统区的经济。制造假钞摧垮经济，我怎么没想到，这才是打破战争僵局的最好办法。木斋先生让我给井上君送点东西。井上行长还在养伤，需不需要我替他保管？我直接放到他的办公室就好了。这批假钞一定就藏在东楚银行的金库里。这就对了，东楚银行一定是这个计划的一个重要部分，而这次计划的负责人就是大和洋行的木斋次郎。我知道该怎么办了。军统方面也得到了相关信息吗？我相信一定得到情报了，但是他们消息的来源和我们不是一个渠道。锦上岩雄被打劫之后，我原本以为军统方面会对日伪高官进行打劫计划，没想到他们也是冲着蝎美人计划来的。说的对，不过你放心，组织上会帮你协调其他的问题，至于你自己多加小心。放心吧。去了三个疑似厂区，但都不是我们要找的假币工厂。现在没什么更好的办法，只能一家一家的排除。明白。
从现在开始，你负责保护咱们的特工，绝不能让他出事，明白吗？。咱们5分钟之后出发。去哪儿？去东楚银行附近看看。好的。几条小杂鱼，主要的大鱼全在。记住，多留几条活口。明白。行动。是。没有什么有线索的文件、啊？没有。不过，据孙如海交代，说是上海站曾经借出一辆车。虽然不知道是什么人借的，但这也肯定是隶属军统的另一部分行动人员。所以我认为，绑架井上先生的，应该就是这些人。丁桑，请你务必尽快找到这辆车。是。上海站被76号突袭。是孙如海变节投敌了，上海站所有人员全部殉国。即刻通知周志涛，5日之内必须除掉叛徒，同时对76号。和伪政府的官员进行打击。之前的那辆车不能用了，给周志涛换辆车，并且准备好替换车牌。是。给车座回电，我部保证完成任务，另需歇灭人计划更详细线索。
完毕。记住了吗？记住了，送他回去吧。是。孙如海，刘栋才。现在问题的关键。 是要知道这两个人到底在哪。这还用你说？我这不是理理思路吗？那你就慢慢理着吧。我想，我应该能找到他们，但我需要这两个人的照片。你这不等于没说吗？现在上哪儿找他们的照片去？附近的几个站也许会有，比如苏州站。 杭州站，有道理。我现在就去找阿山，你就慢慢理你的思路。 副副校长，貯金的話呢，需要提提嘛。啊，我搞定。嗨，赵副行长，景尚行长，王大局，你怎么来了？怎么不多休息几天？一点小伤，我也是。东楚银行刚刚成立，我放心。 子墨对景尚行长的敬业感觉他十分的佩服，没什么。哦，对了，听说你向刘经理打听银行存款的事了？啊，是。我呢有些地方有点不明白，然后我就问问他。哎，没关系。啊，他们对银行的事情都不是很清楚，所以以后有什么问题直接问我。啊，子墨明白了。景尚行长，你看我这个副行长，从哪干点什么？ 现在这样有名无实下去，我怕我愧对于陈市长的信任。那是当然了。好了，先到我办公室，我请您喝上好的红酒，也算我向子墨君赔罪。那怎么好意思呢？你我客气什么？走。 3日后には送り終わるはずだ。あちら側に伝えておけ。はい。啊，这位就是爸爸经常跟你提起的日本朋友木斋叔叔。木叔叔好。哎，斋斋不能少。行，就叫叔叔吧。新指挥。 咱还得在这待多久啊？是啊，老大，这么待下去，什么时候才是个头？对呀，这才多少天啊？这都待不住了。哎呦，您来了，坐坐坐坐坐。谁说的呀？哎，你放心，只要是你不发话，我们绝对不可能离开这栋房子半步。啊，哎，是的。想不想出去玩玩？想。想你个头啊！有件事。 如果你们能办到，我就带你出去。有事您直说，这年头啊，没有我们老大办不成事儿。不吹你会死啊！有办法找到这两个人。这上哪儿找去啊？老大，你忘了那个娘娘腔了？哦，对对对对对，娘娘腔。娘娘腔。
哎呀，我这脑袋怎么把他给忘了？对，可以找娘娘腔。什么娘娘腔？一个可以帮你找到他们两个的人。对呀。この女、您自身の娘に似ている。 林姐学院の娘、あの夜に死んだはずなのでは。林家一族すべてやったと思ってたが、あの日現場を離れる際、誰か娘を調べた者はいるか。いないかと。この女、まだ上海にいるはずだ。何としてもこの女を捕まえてこい。 嗨，这几天可把我憋坏了。大姐，我们什么时候能自由自在的出来玩啊？等到你让我放心的那一天。我现在不就让你挺放心的吗？站住！那上面好像是你。快走。哦。站住。 在那边，乔刚，哎呀，小丸子，吓死人家了，要死了你啊！哎，去去去，你个大老爷们，你恶不恶心你？你懂什么呀？这戏如人生，这人生没有感悟和体会，怎么能唱好戏呢？是是是是是，说的好像有点道理。 这位是，这是我新任的大哥，特别有劲。大哥，幸会。听小丸子说，你在道上混得还不错。哎呦，哪有不错，不过就是混口饭吃嘛。 再说了，那些都是陈年的黄历了。哎，秋棠，我大哥想让你帮忙找个人。找人？哎，那对不住了，这事我可帮不了了。人家现在都快成名角了，那些贤妻贤妈的事早就不沾了。价钱好商量。 真不是钱的事儿，这只是定金，找到以后一定少不了你的。这钱。 哥，您太客气了，不过就是找个人嘛。你放心，这个事情包在我身上，人我一定给你找到。再说了，就算是小丸子的面子是人，我也得好好找个事。那就多谢了。
放心，三天之后千元茶楼等我的好消息。好，咱们先走。啊，走了，大哥慢走啊。青木君，什么风把您吹我这儿来了？来坐。青木公务繁忙，今天就不在你这儿耽搁了。来，我给你们介绍一下，这位就是东楚银行的张子墨副行长，这位是董事会特意为你招聘的助理周彤。张副行长好。你好，子墨君，任务已经交给你，咱们改日再续。青木，先行告辞。好，那就辛苦青木君了。坐吧，你想喝点什么？咖啡还是茶？您太客气了，咖啡就行。好。他们说给我招一个助理，我以为要招一段时间，没想到这么快。咖啡，谢谢。哎，对了，你之前是做什么工作的？之前在花旗银行信贷部做副经理，后来因为人事变动，我又没有什么门路，就被他们解雇了。前两天东楚银行招聘，就过来碰碰运气。那你来的正好，东楚银行刚刚成立，就是需要你这种人才。多谢张副行长赏识。